人数破十万就大冒险。好，我们现在破了十万吗？还没有破是吗 ？OK。啊，破了十万了。好，破了十万就要大冒险。来，我们大冒险是什么？就是抽签是吗？我也要抽吗？这干嘛？这是什么？一人用嘴吸住纸牌，一人用嘴吸住纸牌，哎，一人用嘴吸住纸牌，另一个人用嘴吸住纸牌，另一面将牌转移走十张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 ，OK， 我懂的，我懂的 ，OK。我跟花花要拿嘴互相吸纸牌走十张，但是请他的粉丝不要攻击我，因为我是个男的。对，五张。世界里面，我把炸弹传走了，现在。